大家好，我是朱家金天，我在土耳其的一个水果跟菜的市场。今天我只有一百块，因为是我每次去土耳其的水果跟菜。 很便宜，一百块土耳其的二十里拉，我只是有二十里拉，我二十里拉我会买什么水果跟菜，我们一起开始。我们看台湾跟土耳其的水果跟菜的物价哪里比较贵，哪里比较便宜，我们快开始。这边有葡萄，一公斤葡萄大概17块台币，我会买一公斤葡萄。 17块真的很便宜，还有在土耳其没有斤，这是有公斤，1kg alabilir miyim? Teşekkürler. <音>我买了一公斤葡萄，我现在有大概16土耳其里拉，我看看好不好吃，真的超好吃，我们继续。土耳其人超喜欢番茄，一公斤番茄7块台币，在台湾当然是2个是超市里面2个是30块40块台币，我现在买一公斤番茄。 现在我又是物理了，这个是大概80块台币，我还有在这边买一公斤黄瓜，因为是我们超喜欢沙拉，沙拉里面一定有黄瓜。还有这个时间比较贵的，晚上6点7点之后更便宜，这个时间没有很多人，晚上超多人，我们继续。 这边的菜是每个菜5块台币，一里拉5块台币。现在我在这边买2个普通的菜。我现在还有10里拉，这个是大概50块台币。我50块台币还有会买什么？ 老板请我一个讨论，真的很好吃，非常不错。这样的一个西瓜大概50块台币，大概8公斤，可是大概这个是50块台币，我觉得真的超便宜。 这个是土耳其的水果，可是在土耳其也没有很便宜，大概1公斤30块台币。还有在这边有香蕉，你们知道香蕉土耳其的最贵的水果，为什么最贵？因为是80%进口在土耳其很少，一公斤大概60块台币。 还有现在卖的苹果，1公斤苹果10块台币，在台湾1个苹果大概15块20块台币。你们看里面有大概17个苹果。 现在我会买1公斤马铃薯，你们知道1公斤马铃薯在台湾很贵，可是在这里是只有6块台币，6块台币真的很便宜。在台湾大概1个2个马铃薯15块台币，我买了，我一直买了1公斤。我的钱花完了，我买了很多水果跟菜。 这边在台湾卖的话多少我不知道，可是，在土耳其我只是花了100块台币，20里拉，20里拉我们买了很多水果跟菜。这边大概10公斤多，真的很重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订阅 Best of Taiwan， 还有你们可以分享这个影片吗？拜托分享，我很喜欢你们，我很喜欢台湾 ，Love Taiwan， 拜拜。